battle， 风云之后升职的 level， 现在不会变得固执，虽然叫做故事，我把所有刻板印象带走，画笔用华丽的词藻写华丽的篇幅，把新的章节敲响。成功者的履历绝不仅仅只是模仿，我用别致的眼光来看待世界，了解它的规则，体现出能让我独一无二别人独特的风格。 Let's go let's go， 创造更华丽的登场，我的智慧人的形象，别的试图窥探我的思想。有 AK 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刚才我买了一瓶杀虫剂，就是来消灭一下那些讨厌的蟑螂。哎AK 的故事都有耳闻，听说大家全都无法复制，因为没人可以像他一样脸皮厚，做出那么有道有理做事，场景不模范的像 AK， 现在换上平庸圣 pass， 你的 diss 真的跟你很般配，别脏话连篇了，还是 yeah， 穿上新的皮囊，妄想改变你的本质，挤入不属于你的团体，告诉我你到底成了谁的 bitch。 欢迎来到我的 world， 他展身手 like a bird， 当年 diss 我的人多了，谁能记得你是那个弟弟 bird， 记得学会如何尊重女生，于是你别退后，你看到现在帮你的还是他们，你难道就不愧疚？是带你跳个三回，跑到创造营冲大王，新说唱还选都没过，而在下掌握四十强。 AK 刘璋脸皮厚的像不锈钢，不必太过嚣张，轮到暴扣出张，看你赖在人家男团里面垫底，整天苦笑，而我要打造无人说唱男团 C 位出道。太